那这个成绩计算的部分嘛，因为老师这个计算呢有几个方式，一个就是从就业去设定那个成绩的比例，啊，另外一个还有这个我们那个线上就业，它也会有成绩，所以看老师啊，那原则上我们刚才跟老师说就是这个比重的问题，有没有？这比重的部分嘛，就是人工智能来设定，好，设定好了之后呢，这里。您只要进到那个成绩，我们有多少给你们简单做成绩计算，它就会把同学的成绩，哪一个作业多少，然后有没有先有没有别的测验，它就会把你整理起来，然后呢自动帮你做统计，知道吗？当然不见得老师的都是了，就是因为如果你比重比较多的话，可能上次老师超过了100分嘛，那可能就是老师在自己先把这个成绩先设定好，啊，因为这个成绩的比重呢可以做出调整。他有他把分数把它做好，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汇出来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边你看左手边有没有一个成绩计算？好，成绩计算，你把它点进去，点进去。那我们现在这边呢，就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像这样子，这边都可以看得到。好，你看作业题，哪一个作业多少考分题？那么如果里面有设定的，在有做过，像有设定的，这里面是空的。里面还没有内容，它就不会算进去，它只能说只帮我们做这四个作业的平均，所以像我们做的是集团作业嘛，所以四个作业平均起来就是让它提供成绩。那老师这个部分呢，你就可以利用下面的一个叫汇出的功能。好，如果说老师要做一些编辑，你就直接把汇出成错的格式，好，这样它就把它汇出来，那当然在算可能就比较方便。不过我这个地方注意一下。因为如果说老师的班级哦，只有那个就是同一个班的，当然没有问题。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比较重修的，还是说他可能是别的系来先选加分的。那这个时候他排名的排序的方法哦，跟我们学校那个成绩书是不太一样，因为学校成绩书是加选的或者重修的是放在后面，但是这里老师的方面因为观光系、国际系，怎么样？他们是放在前面，所以这个成绩出的时候，老师要留意一下，不然那个找不到人啊，比较麻烦啊。所以您如果会出之后，我们再一次我们自己做排序，这样可能在成绩出那边啊，比较成绩出系统相对会比较容易。那一般来说，我都会开放同学去观看，就是您可以从这边，从这里，我会把这个同学的看的权限打开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看什么，看自己的。看自己的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避免说有时候同学不知道那个评分的方，就是那个成绩如何，那等到学习成绩都公布了，那这样要改就比较麻烦。好，所以通常会在最后评分的这边把它先公布出来，那公告给同学看。那也利用这个机会，就是说同学有问题的都可以先提出来，所以我会像这样子，好了，站在这边，等等，都会先在这边先公告一下。先报告一下，那避免说有问题。那么这里的话呢，有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哈，我还是顺便公布一下，就是同学自问一下使用情形不详的，或者是出缺险啊的部分，因为我出缺险我也是利用我们这边有那个出缺险的功能来做，那我是比较。麻烦一点点，我每次都点名，我每次都点名，所以好处是同学哪一天没来都很清楚。那因为他有考试，他有没有考试，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根本不知道说哦，这个人哪一天没来，都看得很清楚，我都看得很清楚。那当然如果有去做，我们可以照相，好，但是去找相会比较方便。那这里呢，诸位同学们，平台的使用情形，你可以看全面这边。好，朋友这边哈，那您可以看一下，在这里，您看了以后呢，我都会把这个开放给他们自己看，啊，因为我的那个数据平台使用者，你会当做是平常什么什么什么，那我们会从这边说，哦，它登录显示，不过这个登录速度各位老师不要误会了，它就是所有的课程啊，这个同学登录速度嘛，这个就是的，不是只有你们课程啊，那我是会看它。的是这个学习记录件，我可以看到说，哦，这个同学他有没有参与任何的讨论，他有没有看过哪些教材，他
看的时间多长，怎样？好，然后呢，他有没有交作业，这里都看得到。他有没有参加问卷，参加线上测验？好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他使用的情形？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统计，好，统计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按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班级的谁参加阅读多久、阅读的时间多少、阅读情形的情形怎么样。好，那个情形，那这几个地方是一样，它目前有一个 bug 就是在作业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其实这些同学都有讲，可是我们目前这个统计数据这个是错的，这个就是作业的这个小标的情形这个是错的，但它没有改，那没有修正好。好，但是从这边我们总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，哦，哪些人阅读的时间是多少，比较能够清楚啊，好，比较能清楚说，哎，到底从哪些的情形。因为我们在这个程序的部分哈，我会增加一个新增一个，那这里可以新增程序栏目，那我们有一个平常程序，我会把后面这个勾起来。因为勾起来之后，我们刚看的那个部分，您就可以把这个设置成的，他们说啊，这个东西我们看你这种讨论的情形如何？好，我讲，因为同学很多，我们很难说对某些每个同学都有印象。那透过这个方式就看得比较清楚，它这个数据比较看得清楚。好，这个是给你们老师参考一下。好，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学习区我们班也跟老师看过了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开放给他们看。当然只能看自己的哈，他们没有办法看别人的。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的，这个学习记录。啊，刚刚看到小区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里有错的话，它就是这个没有交，但是这里还没有修正啊。好，数学题统计我们刚刚也看过了，大致上是像这样。那如果说老师不太有时间点评的，你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课程设计里面直接去指定助教负责，也可以请他帮忙点。那助教负责的，你可以直接负责。好，那你可以选择说，在这个设计里面哈，在我们课程设计里面。这些地方，好，这些在哪些权限那里啊？我们可以自由指定。如果说你看到会看到成绩的，你就把这个地方关掉就好了。因为这样，如果关掉呢，它就跟其他同学来说只能看自己的，不能看别人的。好，这个是看老师的部分哈。